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。哎呦我的妈！Hello， 我是菲菲。之前网络上掀起了普通话挑战的热潮，所以今天我也来试一试。不过说明我可不是专业的播音主持，所以大家口下留情，这个视频仅供娱乐。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东东顿顿顿东豆腐。东东顿顿顿东豆腐。啊东东顿顿顿冻豆腐，是不是对的？牛拉碾子碾牛料，碾完牛料留牛料。分开念还好，你连在一起真的。牛拉碾子碾牛料，碾完牛料留牛料。我到底念对了没有？牛料是吗？身穿缩水睡衣，患有呼吸综合征的粗腿崔，与脚踩黑灰化肥，患有骨质疏松症的崔腿粗，在44棵紫色柿子树下比腿。哦哟，受打击了，听完后。Later. 身穿缩水睡衣，患有呼吸综合征的粗腿崔，与脚踩黑灰化肥，患有骨质疏松症的崔腿粗，在44棵紫色柿子树下比腿。好累啊！黑化黑灰化肥灰会挥发，发黑灰会为黑灰，花会回飞。灰化灰黑化肥灰会挥发，发黑灰。未会飞花，回化为灰。哇！不行，试了以后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说了，真的。我发现我连那字我都不认识，怎么念？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